我们一样买一点吧，一样来一点。价格都一样吗？可不可以一样来一点啊？可以，价格一样的哈。价格一样的。这个都一个价，不是，是什么肉？桃肝。桃肝可以了啊。哦，好。这个赶紧买了先吃，你加那么多万一不好吃呢。你看这个还慢的吗？挺多的，才13.5，还可以哦，干干的。我们现在来买一杯这个当地的一个杏皮茶，敦煌当地的特有的，现在有这种不同味道的红枣桂圆。红枣桂圆是吧？嗯，老板，我们要一杯红枣桂圆。这个杏皮茶是当地敦煌这边特有的，属于一种当地的特色饮料吧。我们点的是这样子的红枣桂圆杏皮茶。嗯，是只有热的是吧？有热的有温的。哦，就叫热的吧，热的。有好几种味道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好喝。暖暖的，是热的红枣桂圆。这个灯笼特好看。对吧？走吧。啥？先把蟹回来。哦，你注意点噻。你买啥？我买这个桃干。尝，可以尝，黄桃干。有那个小袋子的，啊，怎么卖的这个？1斤18块。1斤18。哎。我给你抓，那桃干啊？嗯，对啊，黄桃干嘛。好，可以了。好吃。这桃干真的很好吃，是桃子的味道，而且一大包才13块，太棒了，感觉能吃好久啊！走，我们继续往后边走吧。无糖10元，2瓶5元，2个5块，买2个5块的，买2个5块，2个10块钱。不要袋子啊，拿着喝。嗯。啊，对的。嗯。刘红杏。嗯。走。谢谢哈。来到敦煌要喝这个杏皮水。好喝哦。杏皮水。这是当地的特产饮料。去。你说欠什么是蹦？这里还有很多那些杏子、干，哦。那你那个买的来吃。桃子干，桃子干，桃子吗？手在里面。我们歇一会儿就回去了。敦煌特产，幸福包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，一起去看这个世界。